大家好，我是姐夫，很荣幸受邀新竹市青年创业协会协办亲子自强活动烤肉晚会，担任客座主厨。姐夫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材，还有多样的异国酱料与配料，希望带给与会的贵宾有不一样的烤肉体验。我们准备的食材有美国顶级牛五花一整条，大约有十几公斤重；纽西兰羊肩包、白虾、透抽、凡尼贝、去骨鸡胸、去骨鸡腿、梅花肉、五花肉、猪肋排、松板猪、大肠头、奶油蜜糖吐司。蔬菜类有杏鲍菇、大香菇、四季豆、青椒、彩色甜椒、玉米笋、洋葱、生菜。姐夫准备的各式调味料有 garlic butter 蒜味奶油，用来搭配牛排与烤虾子；小茴香粉和辣椒粉，用来搭配烤羊肩排；三八七粒印尼三八酱，用来搭配烤猪五花肉；barbecue sauce 美式烤肉酱，用来搭配烤猪肋排；牛二两香料，用来腌制去骨鸡胸；印度青奶油，用来制作蜜糖吐司；葱碎青酱，可以用来搭配鸡肉和猪肉；蜂蜜芥末酱，适合搭配烤猪肋排和烤梅花肉；柴鱼蜜汁，用来搭配凡尼贝、烤透抽等海鲜；麻辣酱，用来搭配烤大肠头和烤猪肉；墨西哥塔可调味粉，可以用来腌制各种肉类；泰式酱汁，百搭，尤其是海鲜、鸡肉、牛肉也不错；墨西哥风味凤梨沙沙，用来搭配烤鸡，风味绝妙。影片的开头是开场与食材介绍，还有剪影，然后则是活动过程与现场实录，记录着姐夫现场操作与朋友帮忙的实况。希望你们喜欢姐夫的分享。影片在姐夫开场牌的时候已经悄悄的开始喽，请继续观赏。哦，对了，姐夫要在这里向当天所有提供协助的朋友们，致上感谢之意。